之后哈、哦，不要用背的，用背的话那些永远都背不完，所以尽量就是说能够很直觉的，我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。所以第一步嘛，不外乎是怎么样 rely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只是说我 dir 之后啊，不过这个有个缺点就是你还是要去产生一个 dir 的一个点 tst， 这个部分变成要手动的，那待会我们要把它改进，变成不要手动，不需要哦。那其实两种方法都 OK 了，只是说看个人习惯，有时候我偷懒一下，我会觉得用 DOS 弄一下就好了，好，那我就会用这一招，但是有时候它不断每次都要重复产生那个目录的话，那我就可能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我待会讲的，那我们用 realize、哦、特别重要，这个用 realize、哦、就可以把它开起来、哦、三种模式嘛， read realize realize OK， 那分别产生的那个不同方法产生前面的这东西不一样、哦、read 是一个字串、哦、realize 也是字串， realize 就是串列，就一串东西、哦、所以特别注意，其实我觉得在 Python 里面最容易搞混的就是那个到底它回来的东西是哪一种 type，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。那最重要的我觉得、哦、最难处理的其实也是串列啦，不过串列倒还好，反正跑过回圈它全部又分别把它逐一逐个取出来就 OK 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一个串列的话，那后面你就要想到你要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什么，需要用一个什么呢，回圈去把它逐个逐个取出来。所以这个 dir 里面的话基本上它有这样的结构，所以你就要直觉的去想到说、哦、我要把第一个避开，我只取后面的。那如果说有范围性的、啊、如果全部的话你就for一取，比如说里面的某一个档你就不用管了，但是如果你有范围，比如说避开第一个的话，你就一定要for I in range、啊、range 部分的话就范围，那范围的话就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OK、啊、然后分别把它一个一个档案的读进来。那读进来的话呢、啊、这边当然我们就底下就是、啊、把那个路径给它，路径加上它的档名，避开第一个嘛，三重放过来OK， 那就应该没问题。不过刚刚比较同学有问题的，应该就是因为有同学是用自己的电脑，那可能这个编码方式有 big file、啊、跟 GBK 的问题、啊、不过这个我倒是第一次遇到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后来我觉得最后干脆都用 Unicode 算了， Unicode 的话反正大家 Unicode 上面都可以，都不会有冲码问题。那 big file 跟 GBK 因为它有些部分是放的位置是位置不一样嘛、啊，所以你变成你要那些选码很麻烦哦，你试试看啊。刚刚有同学有问题啊，那如果假设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，啊这个后面有换行，就把它 sweep 掉。再来的话就开档哦，所以把这个档开起来哦，并且把它写出去，后面加一个 A 就可以了啊。A 的话是就是等于是 append 的模式啊，最后就把它合并为一个啊这个 O 把它执行，应该就 OK 了。哦、把它执行，那这边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就有个 O 了，打开来就 OK 了，全部就完成。不过其实、哦、请各位再思考一个延伸的问题，就是说现在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，未来可能你还会遇到另外问题，对，拆开来。所以常常工作里面就是我先老板现在要、合并的、哦、那等到比如说老板是假设最头头嘛，一个、总经理好了，他是看合并的东西，但是他看完之后你势必要拆开来给各部门，你不能把所有东西每个都当总经理嘛，每个 当最大老板，那你就是什么，要再把东西拆开来给应该给的那个人。所以之后的话会有分割档案的问题，所以其实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分分合合，就是把东西给需要的人的，他是要全部就给全部，他给部分就给部分，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其实很多人每天工作都做这些事情的，所以他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他工作就轻松了、哦、所以我以前反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事情就简单太多了、哦、那可是问题啊，你们可以思考一下、哎、如果要能够再把它怎么样合并之后要能够拆开的话，像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就是说呢在这个 O 里面的话、哦、我们可以呢再加一些东西让他下一次再切割的话比较简单。那怎么做比较简单，其实不影响这个档案的结构、哦、像我可以想到说，也许我可以在嘛，在这个后面、哦、本来是一个换行，我可以把它加两个换行，两个换行，然后呢再把它输出。不过特别注意、哦、
如果说你今天要再输出的话，请你把那个 O 先删掉，否则的话它因为 A 模式会再盖过去哦，因为是 A 模式，如果你本来有那个档案的话，它就一直把它放到下面，这档案会不断膨胀哦，所以把它删掉，重新输出。输出完之后的话，如果两个换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的辨识就是说会在每一个有没有档案跟档案中间呢加一个换行。哎，那我们之后如果要切割的话，可以依照这个线索，可以怎么样把它再另存储。所以这部分请各位练习一下啊，可以合并，也可以拆开来，有没有？所以待会哦，你们就是可以怎么写，写完就是合并完之后哈，下一步也许就是把这个档案全部删除。哦，删除全部。对，删除之后哈，然后再另外一个 module 就是再把它全部把 O 再变回来。OK， 好，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只是说怎么做，一定做得出来，而且程式不难写。但是我希望你写的精简哦，你不要写一大堆。有的人同样的东西，你会发现会写的人就写很少哈，不会写的哇，写一大堆，感觉就不是很精简。好 ，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。那怎么样把档案删掉呢？留下 O 哦。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云端上面啊，其实 OS 模组里面哈，有一些常用的，包含就是说呢，我们要把目录里面的档案移除的话，你可以 OS 点 remove 就好了 ，remove 那些档。哦，那你可以判断一下哪些档要删掉。好，那另外待会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部分呢变成全自动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OS 点 work 的方法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我把里面目录给它一个目录，它会帮我把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全部给我，那我就不需要去跟目录，我们就不用在那个命令提示资源里面下 DIR 了。哎，所以哈，我们待会来改。然后另外其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检查是否已经存在啊等等的这些方法。那我要怎么改哈？首先第一个，刚刚这部分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全自动的话，一这个就不用了，所以把它注解掉好了，因为我不需要再去读嘛。可是我接下来那些目录我怎么知道呢？接下来的话哈，我们就要在上面先 import 一个什么？那个 import 一个 OS， 利用 OS 里面的哪个方法呢？就是 OS 点 work。那 OS 点 work 怎么用啊？记得哦，因为它将来 OS 点 work 它会帮我产生三个东西，三个东西。第一个东西的话呢，就是它的根目录的那个结构，就是它的磁碟机加上它的目录啊的那些那个字串，等于它的 page 了哈。逗点之后的话，第二个，它里面有哪一些目录，那它会丢回来是给你一个。一个串列。第三个就是它的里面有哪一些档案，那档案的话就是档名跟副档名的字串啊，不，跟那样应该是串列，好，把它字串放在串列里面，好，for 后面的话，它会等于是 always 点 work， 它丢回来三个东西哦。那我印象中这个是字串，这两个哈是串列，然后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 in， 在哪里呢？在 always。点 work， 就是说呢，你去那个帮我哈，到哪个目录，那你跟他讲说，哦，我的目录在哪里，在这里，所以把这个目录名称怎么样，把它丢进来给他，好，然后前面记得加一个，哎，其实这边已经，这边用小啊的哈，这个，好，把这个目录名称丢给他，请他怎么样，哎，帮我哈，去到这个目录里面呢，帮我把它找一下，然后冒号 enter， 不，这个不用 enter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会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，应该看得懂吧？哈，把这个目录里面的三个重要东西，就是它的什么呢？它的就是磁碟机位置加目录几个目录名称，然后呢再加 DIR， 再加 file， OK。啊，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，我建议你干脆这样，这些先注解掉好了。好，我们先 run 一下。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什么 print， print 什么呢 ？print root 这个东西。那这里面放什么呢？把它 print 出来，那你会发现它会跟你讲，哦，有没有这个目录？那如果是 DIR， 就是里面的所有的目录啦。不过因为里面没有目录哦，那我们主要这个关键来了，这个 keyword OK， 好 ，run 一下执行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东西呢，哎，有没有刚好就是我们
刚刚看到，其实就是利用 DIR 帮我产生的东西，而且它后面其实没有反斜线 N， 所以你也不用 sweep 它，哎，有没有就出来了？但是所以呢，基本上如果要合并的话，应该就把这两个哈、哦、一样就把它删掉了，这就不需要了，多余的哦，把它删掉。然后再把它执行一次，这样应该就是我们要的。哎，有没有？那也就是说呢，我就可以把里面的所有的档案怎么样呢？哎。 所以待会哈、哦，这底下的东西稍微改写一下就好，改写哪一些呢？基本上哈、哦，就是把底下这一些按一个 Tab 键，让它下一阶，退到下一阶啊，做什么呢？我就去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啊不，第一个也要从，因为第一个等于里面 DI 我把它删掉了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，它全部的东西都放在哪里呢？放在 Files 里面。 所以我就把这个 files， 把它就是原来的那个 list 一这些全部改成 files， 因为它也是一个串列，哎，就改这里，改这里，哦，那 strip 这个不用了啦，因为刚刚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个有没有，就是反斜线，所以也不用了，然后这样子写完了，哎，看得懂吧？哈，可以，而且应该反而更简单吧。 好 ，OK， 好，你好是重点提示一，把上面这根删掉了，不用。二的话就是加一个 OS， 然后利用 OS 的 work 哈、哦，给它目录哦。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前面这三个变数啊、哦，这三个变数名称不是固定的，你可以自己取啦，你可以叫 R， 叫 D， 叫 F 也可以啦。好、哦，那个名称我只是比较好记，因为它不外乎就是它的吃碟机的路径哈、哦，跟那个目录。 还有档案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将来哈、哦，你还有目录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要合并哦，可能目录里面还有目录，也就是好几个目录里面的档案合并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就把那个 DIR 目录先抓到，然后把它底下的档案再抓到，哎，再把它合并就 OK 了。这个可以去做蛮多事情的哈、哦。好啊，最后再 run 一下看 O 不 OK 哈、哦。啊，其他的话，这个 print 待会可以删掉，然后这个改一下。 后面这个给改一下啊，其他的话就是把这个串列的名称改了，这样就 OK 了，没改太多了哈、哦。啊，执行看 O 不 OK？ 理论上呢，如果这样执行这个叫全自动版本哈，哎、哦，这样的话有没有合并成功？哎，合并完成，不过这个好像多出来，这个不用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啊，看一下这里面 O 不 OK？ 这边 O 打开来，哎，那我有换行，这样 OK 了。 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、哦，这个部分，那画面再还给各位哈、哦。那另外的话，也可以思考一下，就是说，就是里面如果我希望哈、哦，第二个变化，比如说，这个合并之后的话，再来就是删除档案，把那个哈、哦、我已经合并完的，就把它全部删掉。删完之后的话呢，你再写一个 module， 就是。 我要再把它分割出去，分割的话就是按照它里面有的结构，分别的哎把它做输出哦。啊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请各位哈、哦、试试看哦，看你们把它顺利的再把它合跟分哈。哦